我回来了。我哪有在耍赖？我向来很听你的话。是喝了几杯？怎么了？我身上酒味很大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坐实耍赖这个罪名吧。现在想出去了，不觉得有些晚了吗？毕竟，我现在不是正在耍赖吗？耍赖的人怎么会如你所愿呢？喝的是香槟，你还有这种本事吗？那我可要考考你了。猜猜看，除了香槟，还有什么？柑橘？不对，看来是我给的提示还不够。现在猜出来了吗？还是不对。要不要再试一次？不猜了吗？既然你没有猜出来，那就要有惩罚。惩罚是什么？想知道的话，就要先答应我，不然就不放你走了。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是答应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越来越热了？不要动。我们继续吗？